就收着，反正就你真的很热，那这还好不会很热，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很热，又没风。你要扇子吗？绑起来啊，头发，头发要绑起来。你绑下面，你现在不会的啦，你头发那么轻，不会痛。还是很重啊！我今天上面绑的，绑下面都没用。